由于 P3 是一个八寸的机器，而 P2 Max 的话是一个8.9寸的机器，我们可以看到 P3 的一个键盘会比 P2 Max 紧凑不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键盘手感怎么样。这次的键程和回馈反弹的回馈都是非常不错的，我们看一下 P2 Max。P2 Max 的键程比较短，所以按键手感其实比较一般。